U E 组合读作 U U U， 但是呢，在 J L R 的后面也可以发呜呜呜的音。单词拼读速记第61天来了，今天咱们来学习一个元音组合 U E 读作 U 的音，但是呢 U E 如果出现在 J L R 的后面，要发呜的音。至于为什么，你看 U E 有一天出去玩，他遇到了遮遮，遮呢要放蜜蜂蛰他，勒呢要变成一根棍儿打他，若呢，看到没有，他后面是不是带着一把手枪，用手枪来打他？所以说优异看到遮勒若就吓哭了，读作呜呜呜的音。好，咱们来看几个单词，优异组合 u u u， 前面的辅音是 k k u q， 看这个单词，优异也是发 u， 前面的辅音是 g g u g u， 前面元音组合读作 r， 连在一块 argue argue。argue。 好，再看一个单词， U E 组合读 U 是吧，但是呢前面有了，他要吓哭了，读 U L U L U blue blue， U E 组合读 U 是吧，但是呢前面有 R R， 他就吓哭了，也是读 U R U R U， 注意前面有个辅音组合 T R T R， 戳戳戳戳 U true， 同样 U E 在了后面发 U 的音 L U L U， 前面的辅音是 G G L U G L U，所以说 U E 组合正常情况下都发 U U U 的音，但是如果出现在 J L R 的后面要发 U 的音。好了各位，赶紧去练习一下。